就拿这个切钱书告你告到死哦。英文理全科补习班火热整人中。好的，那因为就是其实我们这一次的整阿滴企划设计的非常缜密，哥哥是想要开一个阿滴全科目的补习班，然后我们特地就借了一间补习班教室来做拍摄，有邀请一些学生参与拍摄，因此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可以整阿滴的方法，找一个学生家长，然后让他非常生气的冲进补习班，质问说我们到底在这边干嘛。然后呢，当初甚至是为了要找这个骂人的家长呢，我们还办了一个试镜，就找了好几个人选，最后选出来就是我身旁这位妈妈。因为我们今天是要整哥哥，然后他待会应该是会在外面拍片，那我们会跟你讲什么时候要冲进来 ，OK？ 那妈妈一进来之后呢，应该就是可以直接就讲说你们这边在干嘛了，对对对，就是你就很生气，对对对，你在干嘛这样子，你就可以引起哥哥注意。好的，好的，那就是这次真的很谢谢妈妈来，就是参与我们这个演员的一咖，荣幸，谢谢谢谢。那希望就是待会的这个整人计划呢，可以非常的成功。然后妈妈加油，谢谢，加油。哎呦，可怜的哥哥啊，乖乖。现在就是我在策划这一切，我怎么办？我压力没有这么大过。好，没事。那会成功，没关系，失败没关系，失败没关系。我们等一下就要整哥哥，然后因为现在我还在等 Q 点，所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现在哥哥在外面练习他等一下拍摄的内容，然后想说，我现在很紧张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有些老师比较个性，但是我们可以保证。OK 好。不好意思。好，那现在哥哥已经开始在拍他自己单独那个桥段，然后再 OK 好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就是会趁他在拍摄的当下一个空档，然后我们就会 cue 那个家长自己进来，所以我们就待会就看看会怎么样进行喽。加油，我很想听到在这里，等下往那边拍。好，有点。你们是谁啊？这里是补习班的，是给学生念书的地方。你们在干嘛？叫你们负责人出来给我解释清楚。再说一次。今天就是要拍片这样子，对。可是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在这边瞎胡搞、瞎投乱搞的、啊？我们有就是跟补习班。那我请问啊，我儿子是有肖像权的哦。你们这样随便拍到他，你们是有给他钱，还是有经过我这个老妈子的同意啊？不然这样好了，你们签签钱书给我啊。保证不会拍到他啊。开玩笑，有肖像权的、欸。那你给钱呢、啊？而且我这个做妈妈的，我有说同意吗？我不要让我儿子在外面可以。先冷静一下好不好？请说，怎么了？我们等一下可能请补习班这边来那个。不然是什么事情啊？我想请问哦。对。现在 YouTuber 这么了不起哦，想拍谁就拍谁哦。不是啊，你们是哪里的、啊？我是补习班学生的家长。你是哪一个补习班的学生家长？我就你们这个补习班呐、啊，你们莫名其妙。哪一家？是五月吗？还是？好了啦，赶快叫你们最大的出来，赶快签给我就没事了。但是妈妈，不然你们不能乱拍哦，拍到我儿子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就告你们告到死哦。还是如果我们请，就是因为我们是教英文的，我可以请就是我哥哥来。好好，你请他来讲，快。好，是。这部拍照，这部不要拍到那个主持人。你确定？你签签钱书给我。这，你只要拍到他，是，我就拿这个签钱书告你告到死哦。是。那我们确定他今天会来上课吗？当然喽，不然我干嘛跑这一趟啊？他是几点的课？他跟我说很快就要上他课了，我不知道。反正重点是签签结书给我，是，你保证不会拍到他嘛？是，来，签结书给你，现在签，马上就签。愚人节快乐！快乐！有没有傻眼你啊？啊？快乐吗？妈妈谢谢你，妈妈谢谢你。不会不会。
对啊，这是什么？对，愚人节快乐。这个是就如同你看到的，是愚人节的一个整人计划。整我？是啊，不然呢？不然呢？对啊，我吓死了！我刚刚跑去找主任，想说赶快主任来了解一下。哥哥，我吓死了，很厉害，我演得很厉害，我们真的是，我刚刚就在那边看我们拍的东西，我想说，怎么办？对，就是现在有状况，对，对，而且也太真实了吧，这个真的的确是会是家长的困扰，对，成功，我刚刚打开了，我想说，好，都准备好了，那我就签好了，对呀、啊，然后结果他打开就是一个大大的红字，愚人节快乐。好啦，没有啦，我想说，你看我们哥哥这么久以来都在愚人节这样子至于愚人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所以想说，这一次换这么大的一个企划当中，妹妹也来做这个整人企划看看，试看啦。对啦，那不是对，没有什么啦。我刚刚要讲的台词我都忘记了，我刚刚你刚练的那个一镜到底的全部都忘光了。你是我儿子的偶像，真的，所以我一定要来抱一下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我今天来，谢谢。所以他真的是这个补习班的学生吗？当然不是、啊。哦，吓我一跳！你在他们学校可红了，差死了。对啊。所以真的都是假的。都是假的 ，OK。当然是假的。OK， 好。那怎么叫愚人节快乐？你真的要我去报警吗？我还在怀疑。好啊，我们在这边的时候，然后我以为你会先上来关切一下状况，对。但是你就这样走出去，对。我想说，怎么办？不是，因为我刚刚听出来的感觉是，这位妈妈已经对我们在做的事情反感了，所以不应该是由拍摄影片的人出面，而是由正式这个补习班的负责人出面，才能够化解这个。这真的是很聪明的做法。对啊，这是像弟妹频道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对，这是像弟妹的频道的整人影片。弟妹，你真的做一些废片，就是很烂。很烂，我不喜欢。今天这个愚人节整哥哥的企划算是大成功。成功了，真的有骗到我，真的有骗到我。好了，也不要太责怪弟妹啦，对吧？是。对，其实我是没有太受伤。所有参与的人其实都有错啦，所以。对，拖所有人下水。对，所有人。只有我没错，好不好？你没有错。工作到一半被拉出来哦，真的是。好了，辛苦了。真的吓死我了。好 ，OK OK OK。等一下还要努力的帮大家拍。还没拍完。还没拍完。那希望大家今年的愚人节呢，也是看我们的影片可以看得很开心，然后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很愉快、很喜悦的愚人节。是的。好的，那今天这支影片其实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，完全是一个废片。那很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漏掉任何一支影片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没事，明年不要再握手言和，握手言和，好，好，爱你哦，爱你哦，好，OK，可以，回家。